挛三针分为手挛三针和足挛三针，主要治疗痉挛型瘫痪。手挛三针由极泉、尺泽和内关穴组成。第一个穴位是极泉穴，属手少阴心经，定位在上臂外展，在腋窝顶点、腋动脉搏动处。第二个穴位是尺泽穴，属手太阴肺经，定位在肘横纹中，当肱二头肌肌腱桡侧凹陷处。第三个穴位是内关穴，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定位在前臂掌侧，腕横纹上二寸，桡侧腕曲肌腱与掌长肌腱之间。手挛三针主要用来治疗中风后痉挛型偏瘫、痉挛型脑性瘫痪等引起的上肢痉挛型瘫痪。足挛三针配合使用，可以治疗半身痉挛型偏瘫。针刺要领：一、极泉穴处毛发浓密，针刺前要严格消毒，进针时注意避开腋动脉。针刺时不宜行大幅度提插手法，避免刺伤腋窝部血管，引起腋内出血。如不慎刺中血管，应立即出针，先冷敷止血后，热敷促进血肿消散。二、内关穴下方有正中神经分布，针刺时要注意缓慢进针，若受针者局部有强烈的触电感，应立即退针，改变方向后再次进针，切忌操作大幅度手法。足挛三针由属膝、阴陵泉和三阴交穴组成。第一个穴位是属膝穴，属经外奇穴，定位在腹股沟区股动脉搏动处，旁开 0.5 寸，避开股动脉进针。第二个穴位是阴陵泉穴，属足太阴脾经，定位在小腿内侧，当胫骨内侧髁后下方凹陷处。第三个穴位是三阴交穴，属足太阴脾经，定位在小腿内侧，当足内踝尖上三寸，胫骨内侧缘后方。足挛三针主要治疗下肢痉挛型瘫痪，常与手挛三针配合使用。针刺要领：一、属膝穴旁有毛发，比邻股动脉，操作要领参考极泉穴，注意消毒，避开动脉进针。二、三阴交穴沿胫骨内侧后缘进针，直刺，局部有酸胀感为佳，穴区有胫神经分布，应缓慢进针，注意避免损伤神经。三阴交穴孕妇进针。路漫漫，披荆相伴。